入射线与反射线夹角60度，若将平面镜旋转10度，则旋转之后，反射线与入射线之间夹角可能为几度？今天我把平面镜这样转，平面镜转了10度，那根据光杠杆原理，我们知道这个反射光线应该会偏20度，所以这样入射光跟反射光就会变成夹角是夹80度啦。那不过今天这一题呢，它没有说我这个平面镜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。 所以我们也可能这样子逆时针转10度，那这样子反射光线就会逆时针转20度嘛，一样是2倍，所以入射光跟反射光就会变成夹40度。那这一题呢，答案应该有2个，是40度或者是80度。